来，开爽。国弗里·赫卡里姆，二筒，来一个腐败药水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电风扇。四条，一万。暴走，赫卡里姆母，赫卡里姆猛劈周围的敌人，造成55+8物理伤害。如果赫卡里姆用这次攻击伤害了至少一名敌人，那么他会获得一层暴走效果，在短时间内减少此技能的1秒基础冷却时间，提升10%伤害，这个效果最多可叠加2层。这是我的主要技能，给大家来一首电风扇打法，无改。8筒9万。没错，我的打法可能你一开始不懂。电风扇 ，ATA 电风扇，挥手电风扇，行，想吸我，不存在的呀。电风扇 ，ATA 电风扇 ，ATA。情况不妙，能不能升二？为什么现在的打野都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？我并不是很懂啊。还好在下有 TP， 太牢了呀。开手 E， 不着急出去，先跑动一下，来一脚踢进电风扇。好，保证这个 E 技能的 CD 啊，他有血池喽，一脚踢他就电风扇。点燃劝退，哎，就是肉，就是回复能力强。问你怎么说？瞬间满血啊！我们 W 开恐惧之灵，瞬间满血。这个打野第一波抓上抓的我有点没想到。买鞋子吧。走。要不是这个剑圣，我现在应该是很肥，把这个吸血鬼压着打。我从不休息。他现在又吸上来了，但是这个兵线对他来说很不好。我打短手很好打，打长手不太好打。控一手线，我凌驾于死亡之上。好，2层电风扇，好说。吃药 A， 电风扇 A， 电风扇别挡路，电风扇别挡路。就问你怕不怕吗？一套把他打残，我就回家啊！不跟他玩了，走喽！哎，只要我推线，他无法阻止，就好说。一波把他打废，来一个红宝石，伤害值非常高。他吸不上来，我打他，他吸不上来。只要我靠近他就行了，我靠近他，疯狂的暴走他，先斩他2层。正在
绕台上，耶，他走了，没走。嗯，这波我要近一点再开 E， 因为他有血池。我们先来一个 Q 一下。好，吃药 A， 接 A 电风扇 A， 没点燃，差一点，很尴尬。不亏啊，反正不肯不存在跟他和平打钱。好，回家，哎，就疯狂的出来一波，回家一波，出来一波，回家一波，然后把这个针眼卖了，理财成功，哎。走到这个位置，挥一手蓝，等一手茄子 ，OK。下一波，对不起啊，引燃加上他没有闪现，你再被我踢中，可能你就没有了。我们开 E 的时候要靠近他开，哎，然后呢，还要来抓我，我欣赏你，E大师，你可能就没有了。给点燃，吃药，暴走，三树海，暴走。哎，这一波好伤啊！没有大招的我，男枪没有打出来输出，被秒了。哟，你恐怕有点不太给我电风扇面子。没大招的你，就如同瓜皮 ，A 他 ，A 他，撤退，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！哎，他居然没有走，赶回来了，行，可以，硬护一手，我欣赏你，毁灭冲锋龟嘎，很烦这个剑圣，没点燃呢。算了算了，回家一波，回家一波。这个菲拉基米尔，我杀不死他。买一个这个，哎，七匹过来，一个兵不丢，相当的舒服。电风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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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池。电风扇，痛不痛？啊，有三速鞋，风筝。我虽然杀不死他，但我会打得他很难受。如果这时候再给我吃一个红，那就相当厉害了。他龟缩一下，马上又吸上来了。但我不管他，哎，我不跟他玩，我就硬顶，硬吃药，回复墙，给你打。身板好，哎，身体好，溜了溜了，走喽。想到什么都可以，来个长剑。好，再来个针眼。这个针眼还是要买的。好，虽然刚才没插，我们的男枪在下。以我的分析，以我的王者分析，他暂时不太需要这个红。啊，因为他现在过来的话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，有这个时间他不如在下路带波节奏。我从不休息。拿一个针眼，好，暴走，暴走，推线非常的快。哟 ，rampage， 行，没关系，我马上来帮你。你吸不动我，你吸不动我，哎，哦，他敢把 W 血红之词交了，我觉得他着实不给我面子，啊，但是我暂时不搞他，你插个眼，
这个东西太那个了，就像牛皮糖一样。开他一个，怎么说嘛，逆皮再来，逆皮再来，逆皮再来啊，再靠近我，反手给你一个战争怒吼，暗影冲击。他还是能够忍啊，不敢跟我打。这波不能回，呼叫一波格雷福斯，因为这波我有毁灭冲锋，加上暗影冲击，我可以恐惧他，接一脚踢，直接秒杀。这波红怒 Q 不能打，好 ，OK， 蓝枪到位，注意看我的细节，毁灭冲锋这大招直接踢，让你躲不了，兄弟，卡位，电风扇，大菠萝。这东西好肉啊，他这个出装有点杀不掉。算了，溜了。我需要出一个这个东西来跟他耗一耗了。毁灭冲锋。出个死刑宣告，无限的给他加重伤，啊，他吸不上来。现在我们的这个比分比较的尴尬，但是不用着急，我们的贡献在后面。我彗星赫卡里姆不是泛泛之辈，以我的王者分析，这波格雷福斯出去可能要去打这条火龙，所以说这个红 buff 他暂时可能吃不了，我先帮他打掉吧，这样的话他能够安心的去搞这条火龙，抓下了，非常明智的选择，把这红 buff 吃了先啊，然后吃他一手腐败药水，带上我们的红 buff。 这个牛皮糖我杀不掉他，但是无所谓，电风扇十，点他，电风扇回血，电风扇回血，啊，搞这个东西。哎呦，我探这个兵了，我靠，很烦。哎，不应该探这个兵了，啊，探这个兵探死了，好气啊！哎呀，刚点燃没好。我们的格雷福斯好像网络并不是很好，没事，等他一手，看我来抓一波下。我的 TP 马上好了。抓一波下，飞一波上，完美。好像他们要回，算了，那我就直接上去吧。巨星呀，巨星，我们爱你，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。大胆哟！你是真的有点小，皮啊！你恐怕不皮了啊！不皮了，皮！哎，毁灭冲锋，就差一丢丢，毁灭冲锋！哎呀，被终结了，我靠！这个就很尴尬，这个剑圣又来了一下。哎呀，这个男枪，哎，来了就好啊，来了问题就不大。
漂亮，杀来开刀啊！我有踢的呀，你吃不了我的塔。放在这个位置，第一时间能踢。TP， 开他一个毁灭冲锋，叠他一手电风扇，开手十吃药 ，A Q 回拉 A Q 打不过，电风扇换掉之。我靠，装备有点好啊！没大招，好烦。已经跑掉了，给他。哎呀，没有大招，没有点燃，很尴尬。我的大招 CD 为什么这么长？我可能要杀人了，因为我跟着吸血鬼打下去太亏了，而且打野又掉线，这个英雄我又不好杀他，所以不划算。我等我打两波支援战，我的装备就起来了。因为我赫卡里姆玩得非常的溜，只是这把英雄 counter 问题，再加上上来又被针对了一下，啊，电风扇，十，十，你哦，哎。怎么就140块？怪不得你140块了，被我们亚索吊的。行，虽然我们都有掉线，但是有着强而有力的中路和上路，还是撑住了。我来了，一波绕后毁灭冲锋，点燃马上好。这波人头归属问题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的。因为我的暴走收人头很好收，毁灭还就冲锋，一脚，你能不能跑啊，兄弟，能不能不刚啊？你哪怕鼠标往回点一下，我都觉得还是有些安慰，点都不点一下，直接就跟他硬扛。我来吃一手这个吧。猎金迪尔瑞了，这么暴走小电风扇完美，走喽！这把他们也就打野飞一点，我马上成型啊，马上成型。我现在一脚很痛，这个吸血鬼打上路有点怎么讲呢，我杀不了他啊，让我发育不太好。准备团战搞起来，再吃一波，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打。我有两个赫卡里姆的终极技巧，团战的时候给你们展示一下，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战马。来绕后，势不可挡，还有20秒，可以搞一搞这个易大师。这易大师装备有点好，有点膨胀。行，这个 VN 可以搞一搞，不着急，我先把这波线吃了。
果来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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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的天使在啊，杀不了。这把死了四次啊，行，来个800元红包。哎呀，炮车呀，我的炮车呀，800元现金红包。想当什么都可以。我 TP 马上好，你们先打啊，打着打着我就 TP 过来。这把队友打得不错，我不需要发挥了。这波他们如果敢出来，我就捞他们。这手这个位置捞他很舒服的，好，不要不要着急开E啊！来，注意看了，毁灭冲锋绕一手，一手撞给几分？哎，好，这手撞问他痛不痛？毁灭冲锋开起来，漂亮，大招撤出来，溜得快，哎，毁灭冲击，这个时候用它来逃跑啊！我们开个 W 吸手血，很好。毁灭冲锋1200，我们来一个什么樱花刀？好，再去吃一个蓝 buff， 40 CD 非常完美。亚索这个英雄是不需要蓝的，啊，亚索这个英雄要蓝是最没有用的英雄之一。再一个就是卡特琳了，啊，他要蓝只有一个100块钱的功效，其他的话几乎没有。来，他们在偷大龙，感觉我们有点来不及。他们有 VN 打得非常的快，毁灭冲锋提速。好，没有了，行，没事，无所谓啊。我们亚索死了，他们趁我们亚索死了之后偷了一波龙。他们为什么现在敢打龙？就是因为他看我们的亚索阵亡了，对面以为这把亚索是核心，只要杀了亚索就能赢。别浪别浪别浪，真的不能浪。但实际上我才是真正的隐藏 C， 开点燃一脚踢 AQ 接 A 接 A 接电风扇直接带走。好，不要着急，等我下一波毁灭冲锋，一个毁灭冲锋他就把你大招逼出来。溜溜球，怎么天使大还没放火？这就很尴尬，这就没什么办法了，赶快回到总统把这个先守一下，我一个人守不住他们。开个 W 回一口血， W 一开回血非常的快，来赶快，这一波我先开个毁灭冲锋唬他们一波，并不屌我，一脚踹你太皮了兄弟，我有横，哎呦，一大师 Musa 600块，等一手电风扇转起来，等一手毁灭冲锋还差一秒，毁灭冲锋跑路，没办法，队友阵亡了。哎，怎么会打得这么的浪？我这波是有踢的，你稍微等我一下。一手没有位置踢，尴尬的一开轨道一开毁灭，他就冲锋。哎呀，差一下大招没好，我靠！哇，这一脚已经到极限了。哎，队友按3 minute 很烦，队友打得太浪了，说实话不能浪啊，虽然有这么强的赫卡林姆，但你们不能这么玩呀，我们男枪还是掉线的。刚大招没好，刚大招好了就舒服了，直接把他秒掉，他动都动不起来。
毁灭冲锋一开，然后直接二冲过去，把毁灭冲锋的一脚重击隐藏在暗影冲击里面。但可惜没有大招，很好，漂亮，只要不浪很好赢的，知道吧？队友打得太放松了，因为他们觉得稳赢了。我来了，我这把要让魏恩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毁灭冲锋。听说你在吃我的魂 buff， 听说你胆子有点小大。地皮大招跑路，队友掉线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，感觉这把要输。怎么说呢？只能说有些时候不能太过于放松，敌人还是很强大的，一放松就容易出问题。来打包配合，毁灭冲锋之鬼刀之一脚踹，给点燃值，电风扇开大招，拉开一波电风扇，毁灭还就冲锋换掉不掉啊。哎，一个轮胎，看看我们队友有没有在吵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感觉他们应该有互相的吵架。零交流，哇，这一把居然零交流。哎，其实我们都觉得已经赢了，然后呢在中期队友打得比较浪，浪了几波，然后队友直接跑了。哎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怎么讲呢，这一盘其实在这盘我们只能说有点莫名其妙啊。